大家，我叫慧怡，然后大家叫我 BB 啊，然后我是来自东家，然后我之前中学的时候是打篮球，因为我又田径又打球，所以就每次脚都会很酸啊，不然就是好像有时候比田径的时候一天跑很多个项目，然后脚是完全睡觉的时候会抽筋那种。然后自从我穿了 Alola Pants， 我都是睡觉的时候穿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感觉没有不会抽筋。我没有穿的时候，我脚有时候睡到一半还会整个这样子抽筋的。然后穿了过后就很舒服啊，一觉到天亮这样子。我19岁，在大学。然后我也是吃 Lico 吃得很好啊。我 Lico 是因为我之前手很滑，一开始 Lico 出的时候我是没有马上吃的，我过了一个月这样子 Lico 出了一个月才吃的。然后吃了过后我每天一粒。我刚开始是每天一粒啊，然后很快改善，就我之前是手脚啊冰冷啊，然后滑啊，然后很快改善啊，就是很滑那种，现在是开始有血色一点了。然后我之前颈项这里也是肿一粒，有肿一粒，然后也是吃了，现在已经就小了，真的是就是摸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，可是之前是真的拱到很大力那种。有去照是讲里面没有东西，可是就好像是可能之前生病，然后细菌留下来淋巴还是什么啊，然后吃了它真的是就现在小很多，2个月这样子。